用1:99开禧漂白水，听就听得多，但发现好多人对于点样用漂白水都只系一知半解，用错杀唔到菌，仲有机会影响健康添啊！就等化学老师 Cam Sir 同我哋上一堂漂白水课，搞清几个常见嘅谬误啦。热水杀菌，用热水开漂白水咁咪仲好？咁样用热水开漂白水咧，反而咧个效果会差咗。点解呢？因为漂白水嘅主要有效成分叫做次氯酸钠 （sodium hypochlorite）， 佢系一种唔稳定嘅物质嚟嘅。咁佢会自然分解。如果预着热水咧，佢个分解速度会快啲嘅。咁所以我哋咧，如果要开稀漂白水嘅时候咧，系应该用翻室温嘅水，而唔应该用热水嘅。Hello， 我 Cam Sir 去咗边度咧？呢度咧系一个郊野公园嚟嘅。佢個位置喺大埔道附近，睇下有啲咩先。係啦，呢一度咧就係近住獅子山郊野公園、金山郊野公園嘅好多馬騮嘅呢一個位置，有個牌叫九龍水塘燒烤區啊。咁咧睇下我身邊，哇，不得了，有好多唔同嘅馬騮喺我身邊附近。今日拍呢条片最主要就是想跟进下有关 U 周刊访问我讲漂白水的使用守则，讲多少少深入啲嘅化学知识。因为咧喺呢一个稀释漂白水嘅期间咧，其实我哋唔应该用热水啊。咁点解会系咁咧？咁原因就话漂白水嗰个有效成分啊，次氯酸钠啊，佢其实系一只唔稳定嘅化学物质嚟嘅。咁佢入边嗰个次氯酸根離子 sodium hypochlorite 嗰個 hypochlorite ion 咧，其實佢係會自然會分解嘅。咁如果正常情況，冇光照射，咁啊冇咩特別咧，咁會分解得慢啲咯。咁但係如果咧有光照射，佢或者係高温嘅情況底下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係用熱水去稀釋漂白水咧，咁就有機會咧，佢會分解速率會高咗好多啦。咁嗰個化學反應係咁樣嘅，大家可以睇一睇熒幕上方。係啦，咁佢係有機會咧，就慢慢由呢個次氯酸根離子咧，就變成呢個氯離子同埋呢個釋出氧氣嘅。咁呢個其中一個可能嘅一個分解嘅變化咯。咁但係如果你係用熱水去稀釋佢咧，咁佢有機會出現咧另外一種化學反應，即係一個分解嘅情況，就係而家熒幕上方你會見到咧，就係啦，呢個次氯酸根離子咧，即係叫 hypochlorite ion 啊，佢會係被分解做咧一個chloride ion 同埋咧一個 chlorate ion。咁而呢一種嘅分解嗰、那個化學反應咧，有一個好特別嘅名稱，叫 disproportionation 啊。咁中文叫歧化，即係好似咧，即係有一隻物質咧，佢就分歧咁樣行分叉路啊，變成咗另外兩種嘅物質，而嗰個 oxidation number 係會有一個升一個跌，即係一個增加一個減少嘅情況啊。咁呢一種我哋叫做一種好特別嘅氧化還原反應 disproportionation。歧化作用或者叫歧化反應嘅，好，如果要講得清晰啲，借呢一個例子講下 disproportionation 歧化作用呢一種好特別嘅 redox reaction 氧化還原反應。咁不如我考下你 oxidation number， 睇下你記得啱唔啱，好唔好啊？咁就用翻呢一個例子 ，hypochlorite ion 裏邊嘅 chlorine 嘅 oxidation number 係幾多咧？而它所變成的 chloride ion 入面的 chlorine 的 oxidation number 又是多少呢？另外一個 product chlorate ion ClO3-, 它的 chlorine Cl 的 oxidation number 又是多少呢？算完了嗎？好，大家看熒幕開股了，應該分別呢 oxidation number 呢，即是說 chlorine 的 oxidation number 是由hypochlorite ion Cl 是正一，就分別變成了 chloride ion 入面的 Cl 的 oxidation number 是負一，咁同埋咧呢個 chlorate ion ClO3- 入面 Cl 的 oxidation number 會是正五嘅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、Cl 的 oxidation number 就分別由呢個正一變成了上升至正五同埋下跌至負一啦。咁所以咧佢嘅 oxidation number 係又有上升又有下降嘅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 disproportionation。實質上就係話咧，呢個hypochlorite ion 咧，佢係同時間被氧化又被還原啊。咁於是乎咧，就係一種好特別嘅 disproportionation。好，咁希望大家對呢一個disproportionation 嘅反應咧係有更加深嘅了解啦。咁呢一段片咧就主要想解釋咧，
漂白水是不應該用熱水去開的，因為呢個 hypochlorous iron 嗰個有效成分咧，就會因為咁而會更快速地會變化成為一啲其他嘅物質啊，咁因此咧就最終會令到漂白水嗰個消毒效能會下降，原因就係嗰個 hypochlorous iron 嘅 concentration 濃度會降低咗嘅。咁希望呢一段片咧令到你識多咗化學，好啊，咁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， 咁啊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相信大家在 U 周刊看到我呢就拍有關漂白水的使用守則，其中有一項守則提到就是說漂白水就不應該用熱水去，哇有東西生氣我頭，話說呢相信大家可能看到這個 U 周刊訪問我的講一下有關漂白水的使用守則，其中有一項守則就是說呢漂白水不應該用熱水，哇咁樣我會好驚㗎喎，係啦，行遠啲先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